感受一下不同鹦鹉头部的这个，就从头部吧，看一下鱼粉什么样啊，依赖的鱼粉应该说很少，几乎没有，看看能感受到吗？特别小，特别少，这小白点非常少，几乎就没有。依赖现在一岁，这是依赖的情况啊。 Nova 今天是94天，可以感受一下啊。它的这个鱼粉也是特别小，能看到吗？特别小的小白颗粒，就非常少其实。当然它那个鱼管造成的这个脱落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啊。我就说这种鱼粉其实比较少，说实话我感觉这个越大型鹦鹉其实鱼粉越少。看看 Luffy 的啊，看到吗？能感受到吗？ Luffy 别动， Luffy 过来。就是特相对它的体型来讲，真的是巨多的鱼粉，巨多的灰尘。罗非，哎呀，罗非，过来。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从镜头里感受到那个，这么一抹出的那个灰，看吗？就不停的出灰，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其他中型鹦鹉我不了解啊，反正 Luffy 真的是鱼粉非常多，相对大型鹦鹉来讲，这中型鹦鹉真的非常多鱼粉。